娘，有活了，还是个大活儿。城北有间客栈，关了尹三儿留的几只小羊。本来呀，这几只小羊是尹三的人去送的，但他们犯了别的事儿，被官兵给抓了。他现在无人可用，让我们替原本的人办事儿。哎，你会错意了，我当然知道你不杀小羊啊。我们要送几只小羊去洛阳。幼口，你不能这么说，小羊又不是我们逮的，算不得幼口。不过你愿意这么想倒是也好懂一些。你也知道的，尹三儿那人虽然一直是帮我们介绍劫道的活，但是他的主业其实是人牙子。这单确实是要把他搞到的小羊给送到洛阳，不过不是啥恶事，是善事儿。当然是善事儿啊，哎，你听我说，先听我说。娘，这几年各地大旱，很多羊都被饿死，所以啊，有快饿死的人家把他家的小羊卖给尹三换钱粮。洛阳那边呢，有一只大肥羊啊，它有的是钱，就是生不出小羊，便想从穷地方收几只来养。你想啊，那些穷人家的小羊们本来就要饿死，我们把它送到富的地方去，这样他们的父母不至于饿死，小羊也能吃得饱饱的，所有人都高兴了，咱这是在做善事啊。不瞒你说，一只小羊100两，四只小羊400两，你我对半分，今后几年都不愁吃穿了。妈的，扭扭捏捏的干啥呀，给个痛快呀。你要是不做这么好的活，我就找别人做，这不是看你身手好，一个能听俩。越早越好，我今天就要去看看。哎呦，我的二位爷，我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。哎，快坐快坐。妈的狗子，没个眼力劲，快给二位爷上热酒。
尹三儿，我们来了。梁说他可以解。啊，没定！哎呦，梁爷，你可不能没定啊！哎，你身手好，又核心也少，这活可不能缺了你。哎，我知道您之前没做过药口的事儿，也不愿意做。只是真的不用担心，你们这次的活只是运送小羊，小羊是怎么来的，要送给谁，都和你们没关系。哎，而且我也不怕给你们交个底儿，这次啊，收小羊的人权势滔天，哪怕出了什么事儿，官府也查不下去。再说了，现在兵荒马乱，官府哪能管得上啊？哎，星爷，您说是吧？是啊，去他娘的官府！闪地好多地方造反，他们要么在贪钱，要么在藏钱，哪能顾得上我们？好，梁爷，我就知道你愿意做，这世上哪有人跟钱过不去啊！啊，猴子，去把小羊带上来。哟，梁爷眼力真准，不瞒您说，确实如此啊。左边啊，这俩小羊是姐妹，她们是附近穷山沟的。哎呀，现在各处闹饥荒，他家养不起这么多娃子，便先把女娃卖了，给小儿子换粮吃。至于第三只嘛，出身不错，确实是我们拐来的。
肯定安全，不安全我哪敢往外送啊。哎，情况特殊，梁爷别急别急呀、啊、哎。来这边说话。梁爷啊，这只小羊情况特殊，我们查过的，虽然它是贵家出身，但运它没有风险。报官？哎呀，不怕，他家现在自顾不暇，怎么可能来找他呀？他家呀，曾与袁都师交往甚密，好像还沾点亲戚。哎，袁都师你知道吧？哎，就是那个得罪了万岁爷被切片的，被诛了三族啊。都师死后，他家遭受株连，杀的杀，流放的流放，遭贬的遭贬，早就家不成家了。尹三儿，这羊看起来不太对啊，有呆病。哎，是啊，他确实有点呆傻。小时候患了热病，把脑袋烧傻了？哎，不是，似乎他就是天生傻。这小羊从小就这样，家里一开始觉得他是弥勒佛转世，就一直养到大。后来闹了饥荒，家里穷了些，不想养这佛了，他妈就把这小羊卖给我们了。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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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尹三儿，你确定肥羊会想要这种小羊？哎呦，谁知道呢？也许哪家也觉得他是弥勒佛转世，想要养呢。洛阳那家说尽量是女娃子，但或许也能看下男娃子，能收的男娃比女娃少多了，也就只能搞到这种的了。不行，这种绝对不行。哎，星爷为何不行啊？先不说我要是肥羊，绝对不想要这种小羊，你给我们运也运不了啊。这弥勒佛带着太麻烦，我和你梁爷在路上被他惹急了，一冲动便可能把他宰了。哎呦，星爷呀，你就不能收住脾气？这是肥羊要的羊，少一只就少一份钱，丢一只可能都要你们倒给钱的。那我更不能要了，我最管不来这种有呆病的。我们管不了他，若是他一路喊喊叫叫，难免会引来官兵盗匪，到时候所有人都要完蛋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我早知道你会不愿意。哎，正好，也罢，
其实我也担心那肥羊会不喜欢男娃，哪怕这种肥点的也不行，大概率会退货。哎呀，哎，狗子，那你还是把那小羊也带上来吧。哟，这小羊看着还不错啊。你这儿的几只小羊，说实话除了弥勒佛都还长得不磕碜。那是，我的货源肯定正。哎，梁爷觉得如何呢？啊，他和其他小羊不一样，他不用绑的。放心啊，他不是被卖过来或是拐来的，而是逃荒的时候自己过来的。这娃子呀，是上个月刚来的，像是被调教过，只要给一口饭吃，什么活都愿意做。哎呀，虽然我也觉得可惜，但你们若是不想带那弥勒佛，可以让他替着去吧，正好啊，他也愿意去洛阳。哎，他是哑巴，但是很懂事，平常不哭闹。你们跟他说会去一个能吃饱饭的地方，他必定愿意跟着去。我说尹三儿啊，你这儿的小羊怎么除了傻子就是哑巴？哎呦，这小羊是哑巴又怎样？二位爷呀，说真的，要不是跟肥羊约好了货的数量，我真不打算把它给交出去。你们别不信，哪怕它不会说话，养大后绝对能卖个好价钱。它耳朵没问题吧？哎，没问题的。啊，那倒也方便。左属的俩姐妹，九岁和六岁，叫红二和翠儿。第三只叫琼华，九岁。最后一只小羊，哎，它是哑巴，也不识字，所以很难知道名字。你们就叫它，哎，小哑巴就可以了。哦，年龄还是知道的。我问他是否九岁的时候，他点过头，估摸着就是九岁。Change up.